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好，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Bankland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从 B 号出口出去，然后到这边有一个我们从这边 B 出口出去之后再右转，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FML 的一间餐厅，那我们这就带大家走吧， Let's go。就是给朋友亲朋好友聚会一个地方，所以它那边有玩的，有吃的，也有啤酒酒精饮料，再给就是大家去那边玩然后聚会用。然后今天主要就是想说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新加坡类似卡拉 OK 就是平常的一个娱乐的一个地方在哪里，那我们就带大家走吧， Let's go。再过去就是我们之前有拍过哆啦 A 梦博物馆那边，然后这边是 UBS 的银行总部。保险公司，啊，这边有一间 hotel。这间店的菜单。Hello, brother. 然后今天因为过年的关系，有四个人同行的话，会送一大桶的 beer。You see the menu inside. Oh, is it inside have a menu? Okay, thank you.
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